今天我怎么怪怪的？嘿嘿，兄弟们早上好啊！现在12点钟了，也不算早上了。我总结了个道理啊，兄弟们。就是有个时候，是吧？你开旅馆啊，或者酒店啊，并不是更好的去休息，去调养身体。反而会变得更差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酒店老是犯错误，都已经难搞了。睡野外的话，很少会犯错误，基本不会，是吧？然后这就以我们的想法背道而驰了，只是越住酒店身体越不好了。你看现在搞得都不想骑行了，就算骑行也没有多少力气了。骑不动，根本骑不动，哼。然后今年必须得退房了，骑不动也得骑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在网上买了些菜啊，要去拿一下物资，到时候在路上吃吧。起床起床，哎呀，我想想怎么搞吧。先出门吃早餐。然后再拿菜，然后再把自行车推到旅馆这边来，然后再回来收拾装备，装备搞好绑到车上，然后就可以出发了。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，该说不说了，走走，先去吃早餐吧。这几天天天下雨啊，你看，都长大腿了。有没有粥啊？有啊。要猪杂粥还是瘦肉？猪杂粥嘛。多少钱？10块一个，5、8块。10块的。挺好吃的。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里面有长头发呀，我靠，应该是辣椒里面的吧。先不管了，先不管了，吃上一次再说。好看啊。满分10分，我能给个6.5分，那能给7分的啊，里面一根头发。吃饱了啊，兄弟们，看看车还在不在？还在啊，既然还没被偷啊，走走走。再拿一下平台上买的菜，买了鸡蛋、花露水、蚊香，一切准备就绪了啊，兄弟们，出发出发！兄弟们，下一站贵港市啊，看有多远。骑行的话147公里吧。门七号导演去哪里了？开始导航。骑行导航开始喽，你要带我去兜风吗？请沿当前道路向北出发。向北出发，往那边。Go go go！ 初次不累啊，才刚出发，然后就下雨了。难搞难搞。Sorry， 还是连接失败了，先检查一下网络看看。今天我看天气预报会下暴雨啊，兄弟们。不走又不行啊，那个雷管80块钱一天，有点恼火呀。走吗？又下雨，下小雨还好，下暴雨那就完蛋了。先不管了，先不管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睡了一晚上旅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白天骑的，特别费劲，你知道吗？骑不动了，骑不动了，下来退吧。前面是什么？瓦灶口洞。
又是满油大汉啊，这边。这边蛮多废弃房子，看后面都是种桉树的，身体不是很舒服啊，头好痛啊。看看这个包里面有没有药，搞点头痛粉吃上一勺。搞了两包土豆粉啊，但是有点潮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吃。又下雨了。哎，完了完了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山烟雾环绕的，终于遇到个下坡了。这边好多树皮啊，是不是那个桉树树皮啊？遇到下坡就是爽啊，今天真的服了。一下子下雨，一下子又停，一下子又下大雨啊，一下子又下小雨。衣服就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的，太难受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，又下大雨了。然后咱家屋檐下了多多雨啊。跟主人家打个招呼吧。看看前面的路牌，南宁280，贵港121，贵平61。快了，快了。南宁方向7358，今天的急弯，下坡减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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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不要慌，安全第一啊。兄弟们骑了30公里啊，到那个大安镇了。累啊，兄弟们。不想骑了，找个地方露营吧。酒店的话就不开了，等一下开了你们又骂我了，是酒店。哎呀，太苦了，兄弟们。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。兄弟们找了个地方啊，把车藏在这里了。应该不会被偷吧？我把贵重物品全部带在身上，这个大安县去逛逛。大安欢迎你啊，大安古镇云书文化广场，这个广场上好多铜像啊，你看那里都有这个，你看没有？传统民间青铜部，应该是打仗的吧？这些铜人，前面像是水枪吧？消防员吗？我看。这个弹琵琶的那个弹琴吗？这个什么天上龙肉地下雷肉，要不去吃上一次，兄弟们还没吃过呢。你好吗？有吃的吗？那个有个呀，有个呀，那你看不带盒子啊？这最小肉汤就是这个，你喜欢吃干锅就是这个，就是、这个干点，一会儿干点也可以啊。干点就是那个锅底28，你看这个什么的，这是我一个人吃啊。这是锅底啊。今天估计给他搞点什么，白菜来一点。OK， 来吃上一次啊，兄弟们，第一次吃驴肉啊，蘸一下。感觉跟吃猪肉没什么区别。对了对了。满分十分我能打个7分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
匆匆斟酌，可怜良辰无用多，今夕无人说。一朝烟火，一盏盛开。一个人吃了112块，还扬言什么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讲了一起，是吧？真的味道一般，真的一般。可能说我不会吃吧，可能说吃的部位不对吧，或者说调料不对啊。但是以我个人来说，真的一般，还没有牛肉好吃。112块钱，我不是心疼这个钱，但是确实是对不起这个价格。